在我身后这些优秀又强悍的大人的保护，其实我内心有一种恐慌。我周围有些人也来面试了，甚至有些人他们来自企业室，他们在忙着当社畜。我想在座的年轻同学应该都知道社畜这个词的意思，它是上升者适应障碍症候，在。